好啊、跟各党团报告啊、哦。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个党团的成员到现场啊、哦。那时代力量党团，他啊、有正式表示，他们不会参加这一次的啊、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的协商啊、哦。所以我们还是循例啊、哦。来啊，交换一些意见啊，就是这个不是协商的结论啊，那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啊讨论过程的共识啊。那么这个案子啊，我想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啊行政院来说明一下啊啊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第23条、第35条及第40条。条文修正草案的相关的啊一些事宜啊，然后之后再请各位啊党团的成员再交换意见，我想我们就依这个程序来进行了啊。所以现在是不是啊，我们就介绍与会的啊，我们啊参与这一次啊协商的啊政府各部门的代表。我们行政院啊，农业委员会啊，林聪贤主任委员，啊，还有啊，农田水利处谢处长哈、啊，好，财啊，法务部张参事，啊好，经济部水利署水利行政组李组长，哦、啊、好。那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黄处长，还有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曾署长，哎，曾署长啊，还有行政院啊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啊曾专门委员，啊，那好，那我们还有吗？法务部，我们那个张参事有，还有谁？有没有？那我们啊，对，前序部政务次长啊，林政务次长啊，好好啊，前序部啊啊，对，这边有啊，林文灿政务次长，对不起啊啊，好，那啊，我们现在就请农委会来说明啊修法的旨趣啊。谢谢院长，各位党团的各位先进啊、各位委员、各位工作伙伴，这次农委会提出来啊、这个农田水利会改制升格，我想我们有几个特别来这边做补充的说明。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现在极端气候，水资源非常的这个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水资源的问题不只是农业发展重要的根本，同时现在大家重视食安，水资源的品质，也就是说水质的品质也是大家关注的。我想在场那个林维洲总召最清楚了。我们现在这一场雨来的是时候，否则新竹苗栗恐怕就要达到这个休耕停灌的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除了配合水利署在积极开发水源以外，既有的水资源怎么样达到所有的农业用地都能够得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灌溉的服务。不过现在台湾在我们管理上面大概有68万公顷的这个农地在生产，不过在灌区里面的大概是31万公顷，没有在灌区里面的大概是37万公顷。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提出改制升格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之一。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农田水利会我们有17个水利会，不过城乡的发展状况都不一。不过我们是用一部水利法、水利会的组织通则在管理。那现在柳新七公的任期也不一，所以我们这次透过改制升格，把过去这种任期不一，然后
能够达到这个统整的这个目的啊，所以我们才有因为配合改制，将现有的这个十五个会长延任到七星柳工到2019的9月30号同样的任期。那我们这个改制的这个过程也听取各方的意见，大家对于现有员工的保障、现有资产的管理，那我们也采取两阶段的修法。这次修法大概就是针对因为他到今年这个任期会到5月底就届满，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第一阶段先停止选举，然后将我们未来的水利会的所有的机关能够改制为公务机关化。那这是我们在修法提出三条这个修正案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简单先针对我们提出修法的几个原则跟目的来向各位做报告。那各位如果说还有其他不明了，我们再特别再针对个别的问题再来提出说明。好，那林主任委员大概针对整个修法的一个旨趣说了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是要一条一条来，还是要先广泛的做一些意见的交换？好，呵呵好，那三条啦，三条。我看第一条、第23条、第35条，大概大家的修正大概都方向都差不多。国民党也有提案啦党团也有提案。最重要的是在最后一条啦第40条的一个修正啦那我们就请各个党团表示一下意见来。好，来。好来，好来，林委员来，委员。谢谢院长刚刚我们也听了林主委说明这个修法的旨趣那我有特别注意到说，因为跟柳工七星任期不一，所以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其实如果是真的只是要处理这个，那很容易啦以前我们这个。乡镇市长、县长选举也曾经有因为任期不一，跟地方的选举，乡镇长跟县长跟议员任期不一，也有做过任期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之后继续选举像我们这个议员这个县市长都有这种状况。如果只是要处理任期不一的问题，其实也不一定要停止选举就是可以继续选举，然后来处理任期不一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林主委也在这里就是说，我要先表达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改公务机关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水利会它所应该发挥的功能发挥得更好这一点老实讲从修法的旨趣意见以及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说明最少是没有办法说服我，就是说不够充分。改公务机关之后，那水利会它原来所应担负的功能是不是真的可以更好这个我们是有所质疑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水利会会员的权益的问题现在目前是水利会是由会员所组成，那这些会员有一定的资格包括要有农地一定的面积，他有使用水浚路有缴交这个水利的会费种种，就是他是由会员所直选他们的会务委员以及会长，就是会员的权利那改为公务机关之后，他会丧失了这些权利。当然我们也听到我们的农委会有提出来说，将来还是会继续保障农民用水的权利，不过光选举这个权利是被剥夺的，他选举他的会长以及会务委员这个权利，不管你在说明说公务机关之后
它的其他功能你真的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会员的选举权是就被剥夺的。那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啊，水利会功能维持住了，会员的这个选举会务委员跟会长的权利就不重要了，是这样子吗？我想民主的机制啊，我们没有办法齁去用期待说将来公务机关之后派来的会长他都会继续做好事情照顾会员。好，如果用这种圣贤的意识形态啊来说，作为公务机关，我们政府大有为政府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照顾会员照顾得更周到，然后我们把它改成公务机关，如果这样讲得通齁，所有的选举都可以不用选的啦。好，乡镇市长也可以不用选啦。他说政府直接来做可以做得更好啊。我们县市长也可以，我们有圣贤的这个执政党或是总统。这个不就圣贤思想吗？大有为政府来做可以更保障你们人民跟会员的权利。那所以你们的这个选举权不重要了。这个跟我了解的民主精神哦是完全违背的。民主精神就是要人民决定所有的他可决定的官员首长，就像我们水利会的委会，我们的会员他可以决定他要什么样的干部代表他去参加会务会议，他每年可以参加会员大会做重大的决策，他可以直选出领导的会长来统整整个水利会的会务，这个是民主的精神呢。哦，这个逻辑如果说啊，这无差啦，爱国的功能也这继续维持，那但是选举的权利没有了，没差，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如果这种逻辑可以通哈。乡镇市长也可以不用直选，县长也可以不用直选了，欸，我都继续当立委，我不用回去选县长了，哦，可以直选，可以不用直选了，哦，大有为政府自然会把你做好，可以照顾好农人民，这种说法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好，最后，哦，我要再讲，水利会已经是好几百年了，哦，的历史啊，从一个组合然后这个农民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这些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去与时俱进做改革的地方？哦，这个我相信一定有。任何一个机构，哦，经过一段的时间，随着时代的变化，要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革，这个我们都认同。那我想哈，尤其像我们今天国民党负责任的提出我们的修正动议，主要就是针对会务委员的选举以及会长的选举的选举办法提出改革。那就像我们公职人员的选举办法一样哈，从民国65年开始，经历了不下10次的修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的办法才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这个都可以做的，我们也很愿意，哦，大家一起来讨论如何在水利会，哦，组织通则这个架构之下对内部做各方面的修正改革，这个我们都愿意支持啦，哦，但是不是像现在执政党所提出来的版本，哦，其实只有2点嘛，一个就是改为公务机关，然后会长官派，另外就是为了任期的配合，把现有的会长，哦，延任2年4个月，这样子的两个方向啊，老实讲跟改革，哦，我不能讲说这个不完全不算改革啦，哦，任期的调整也是某种程度也算作一种改革啦，但是实在没有改革到问题的核心呢，啊，好，哦，所以我希望还有机会大家可以继续来实质的讨论如何改革水利会的组织架构，然后让水利会
更能够发挥好、哦、这个它应有的功能啦、啊、齁、哦、以上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啊、哦、这个水利会员已经一二十年没有缴这个水费的啦齁、哦、这个跟林委员报告一下。好，来请那个柯委。刚才针对国民党林委员所提的，我还可以提出几个大观念的交换。我们今天是面对要改革，面对转型正义，大家了解水利会的严格是怎么样，历史背景是怎么样。那你现在谈第一个，整个改革以后，我们现在谈一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会务人员以及所有的水利会员等等，他的权益都不会受到变化，好、哦，那他的退休金等等都不会受到变化。因为所以对于改革，我们要谈你刚才谈的两个方向，一个所谓民主机制执行的问题，另外所谓改革的问题。那我现在就讲说民主机制。什么叫改革？大家了解整个水利会的严格是怎么样？台湾三四百年以来，水利会怎么由来的？柳公敬是已经1740年，280年。我们新竹的龙文敬是300年。在早期从明朝的时候，然后乃至于荷兰人来到清朝康熙22年纳入清朝版图以后。这些过去的历史，然后到日本时代、日据时期，到国民党时期，这些我们今天要讲说，这个不是在剥夺人民财产。我们水利法，好、哦，水利会在民国52年已经定好，这是公法人。什么叫公法人？中华民国政府就是公法人，自团体、地方自团体是公法人，行政法人是公法人，这个已经定位很清楚，因为他的财产，他现在水利会总共。哦，将近7万公里，这个水径将近7万公里，绕地球一点，这是三四百年来先民去开垦而来的，哦，并不是任何个人私人财产。刚才你们赵委员讲得很好，这日本时代改为组合，就是改为华人了。国民党定这个是公华人，所以这个要从这个严格开始谈。这本身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就是因为刚才我想主委已经讲得很清楚，不管在这个水权。国家水源是属于国家的，包括我们扣断服务，包括整个为了粮食安全、啊、食品安全等等水污染等问题，这个已经有国家水资源没有一个现在还在民间在处理的、啊、所以要了解国民党 来的时候，当然在日本时代已经前清朝以前屯垦制等等、啊、自己开垦然后自己收水费，但是即便是清朝的时候也是规定很清楚、哦、所以要拿到水钱要怎么收水费，到日本时代的时候全部收归在政府，改为 组合，就政府在 公共来开垦这个批和郡、哦、这是一个。所以国民党来的时候已经这个水利系统是一个完整的，这完整以后呢，那国民党面对这个问题，当然中间也有很多选举方式，也有直选，也有间接选举，后来改为遴选，改为遴选。什么叫遴选？遴选就是说他指定两个人，这两个人你可以只选这两个人。我想了解中间一个很大的转折。刚才我看江启臣在外面喊话，在民国79年的时候，国民党由农业县的立法委员叫林聪明，他是水利会长，他提案水利会所有弊病应该从事改革。哦、而且这个整个水禁等等的问题，包括黑金等等问题，我在我坐旁边的、哦、林志佳委员，当年也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也是联署提案。哦，张启臣的业户，哦、也是 当时国民党立法委员，全部连包括赵少康都联署，叫李登辉一定要改。77年五二零运动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就开始吵起来。国民党立法委员跟他们讲。那这个时代，他们在这个问题的观念上，比现在国民党还进步。所以他们李登辉一是在什么时候？民国82年，我们2月1号进来，
民国八十二年1993年的时候，民国八十二年2月5号公告随议会，啊，农业随议会组织通则，就是说由现在遴选以后，以后呢3年都是改为公务机关，这是整个历史是这样啊。但是改为公务机关以后，他3年要改为公务机关啊。第二届政策进来的时候，国民党的大所有的委员说：“哎，现在乔康那才改为公务机关，这是我们的通路啊，长期是我们掌握的啊。”所以由高玉仁委员在1980年提出修法，把它修掉，修掉以后改为林派，林派就是政府官派啊，一直派。哎，这个林派好 OK， 林派就是林派。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瓦币还来排哦啊，哎，这个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你现在把它不要都是这个扭曲的状况，你要把它还原历史。直选看起来是民主机制 ，OK。2000年以后，民进党执政，17的会就弄民众来排，这国民党还可以这样给你搞。所以呢，在2000年的时候，有国民党党团提案，包括啊曾蔡明也提案，就是说改为直选，这乃是民众牌。是这样的缘由啊，然后呢，改为林派，改为直选，是这样的，一直这样来啊。那国民党就是一直掌控这个东西嘛。那我们今天要面对，就是说整个制度上，这是一个历史关口，我们要共同面对。在历史关卡的时候，要不要改革？改革就是我们要承担啊。你像民进党已经过半，让民进党可以不面对这个问题吗？经过四任总统一直没有办法完成，你今天所提的版本里面，我刚才看一下，根本你现在所提的版本根本毫无改革嘛。你的版本说这个以后适用选罢法，现在就适用选罢法，现在选举就要做抓会选，只是跟完全不一样。等一下我说明给你听啦，我们现在就可以抓会选，抓会选送选罢法，好，你起码版本你可以看嘛，你这有什么改革意义啊？而且第二条是德啊，德受政府补助，所以你要维持这个制度，你要想一想，今天整个水资源是国家所有的资源，你先不要讲说这个啊，政府应当来掌控这个水资源。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缺水，全国调水是不是要水资源能源是一个做重大问题？我说不只是粮食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这个问题，很坦诚的来讲。大概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南北面对这个问题，都好了，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至于那这个会长将来会设立六个分署嘛，对，将来还有这个情形都不会变，那扩大服务嘛，现在还有54%的都没有受到是水利会照顾啊，所以将来这个改了以后，这整个有配套的，不是没有配套的。那改制条例还要在我们再说。还是要送进来，然后呢，然后这个农委会组织法乃至农业部组织法要重修，啊，农业水利会组织法要组织农业水利组织通要修，这是整个配套。这利用这个时间，我们从政治效应来看，民党今天坦白讲很有诚意面对。从我们这次延任到2020年9月30号来，各位想，人说委员现在新竹县的水利会长行动跟你最好啊。你选县长的时候，他还是在任啊，乃至2020年选总统的时候，都是这些国民党的人全部在任啊。这民众他屌我，但我们要忍痛啊。这个时刻再不改，你这个要拖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一次，包括苏院长，哦，包括农委会，整个民进党团是非常深刻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做任何政治计算，只要做政治计算就不应该如此了，就。这两个重大选举都是还是这些人原来的国民党，我们在17个里面只有4个是民党党籍啊，所以大家要诚恳讲真话，不要这个也你刚才讲延任过去里长的时候啊，我们都先是首长98年，等于把那个先是首长也延任过，这个也没有像上面讲的违反违宪的问题，大官49条写得很清楚，那是国大自毁的，是吧？也没有侵犯人民财产的问题，这些财产什么是属于人民的？这37、8年累积来的、啊，这是长期累积，不是一个人的了。对，那这整个维修维护需要
很庞大公务体系，再去把它落实，要扩大服务。所以我们今天我讲的就第一个基本原则是要面对改革问题。我希望大家不要污名化，不要降低台工降岗位。外面秦总长怎么讲是一回事，但是呢，面对在这里的时候，大家要面对这个问题吧。哎，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哦。这个照顺序啦，等一下让你回应了啊。因为不，有一点现在换李鸿钧委员了，有一点我倒是要请问一下诸位，一点就好啊、哦。这个官派未来所谓外面还是有官派，所以就有质疑。未来这个署长是机要任职、政务任职，还是要依公务员体系来职等来任职？这个都是我们没等一下，你等一下再回答哈。好，你们好，来请。谢谢院长哦。其实从刚刚听下来了哦。不管执政在野哦，我们当然我们亲民党也是在野。听下来就是说，原则改革哦，大家都是站在同意的一个方向。可是改革的内容起见很大。现在就是说，首先我会针对三个问题，亲民党这边针对三个问题提出看法哦。当然就是说，在今天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水利会的会长、会务委员改官派了以后，那他的问题，水利会长期以来大家所期待还有质疑的问题，就可以完全解决吗？好、哦，这是第一个、哦，因为长期我们针对这个统一的水权也好，包括这个强化水资源也好，我想这个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目标跟方向。那统一水权跟这个强化水资源的话，其实要从什么角度来看？今天你要改革水利会是由下最基层做起，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上面，等于就是说这个牵扯的是政府组织再造。刚刚柯总召也稍微有带了一下，其实政府组织再造已经讲了非常的久。今天包括水权单一的问题，我们简单来讲，一条河川几个单位在管，从它的上游、中游、下游。那政府组织再造已经讲了非常非常的久，那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去建构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国家适合的、符合现在需要的一个政府的运作的机器出来。那这个问题就是上面你不去改它，你去改下面，问题还是存在。所以今天应该是要快，是要快在哪里？是快在就是说我们的水权如何来统一，那是要从赶快，是从上面赶快，包括我们现在的水利署，究竟它管得动水保局吗？哦，我们的水利署它管得动环保署吗？哦，水利署它管得动我们的农委会嘛，一条核酸分成这么多单位，那更何况你谈现在我们在谈的是最下面的枝微末节的部分，好、哦，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刚刚讲到了政府组织再造，政府组织再造最大的目的是在什么？最大的目的是在精简人事，是要让政府更有效能，让这个人事能够更少。可是你现在今天如果依照现在的说法，我们先把17个会长、349个会务委员都用官派的，那你这个不是叫做精简组织，而是庞大组织。所以上面不动，动下面，下面这些又增加了我们的整体的政府的人事任命，那这个不叫做政府组织再造，这个不叫做精简人事，这个是反而让我们的政府组织再造人事更加的负担更加的重。第三个，今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你在现有的会长会在延任两年多，那这叫改革吗？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需要，为什么要多延任两年多？这表示一定是一个妥协。所以今天我们综合我刚刚讲这三点，其实要面对改革，要面临改革，今天我们真正的
水资源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真正的水资源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水权没办法统一。今天我们的水资源的问题，真正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水资源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把它强化它，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在它的上面，不是在它的底层。上面不改，改底层没有用。上面改的，顺着上面整个下来，整个系统改下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所谓的改革。哦，所以今天亲民党这边要再讲的就是，今天可以听得到各党都不反对改革，可是改革的方向本末倒置，改革的方向也不符合政府组织再造的精简人士，改革的方向也不符合立即的改革，你又延任了2年多，这个都不叫改革。所以今天很难用这样子来说服，让我觉得说现在的水利会长跟会务委员马上急迫的就要这样子来处理，修法不是这样修的。今天从当初开始口口声声啊在喊政府组织再造要如何让我们的水权统一，喊到现在喊了多久？那今天我们真正的到这个地方水资源没办法分配的，其实它的源头真正的是在上头，它的政府组织再造。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呼吁真的是大家要冷静的思考，真正的要用真正的用上面的角度，用政府组织再造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来去看这一次的水利会的改革才是正道。好，这是我们亲民党的看法。好，谢谢。好，那各党团都已经讲过一遍啊，那有一些问题要不要请诸位先回应，然后我们会再让各党团讲。好，来。好，谢谢院长。那个刚刚院长特别垂询啊，就是我们将来改制为分署，大概都是公务体系哈，所以这些各分署长大概就是等同我们现有大概是简任10到11职等的这个任用哈。那我先来跟各位补充报告了哈，我也很佩服那个李荣金委员所说的，没有错，我们这一次的修法其实是配合主改。那我们现在的主改，我跟各位报告进度，我们现在已经在跟这个人事总处这边在协调，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机关要那个拨到未来的环资部，比如说我们的林务局，就是刚刚那个李委员所提的这个上中下游的这种治理的这个系统水土林这个一体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将来林务局的水土保持跟水土保持局的山坡地的管理，大概都是会回到环资部。那现在进度呢，我们现在院里面要求我们这个月底就要报那个初步的这个大的结构，那3月份要把这个案送到立法院来修哈。所以未来我想农业建的委员都清楚，我们现在在管理负责那个农村建设的农水路的都是我们的水保局，那未来水保局进到环资部，那其实我们在管农村建设跟这个农水路的这个部分就要回到我们要跟现在这个改制的各农田水利会来做这样的一个那个整合，所以我们未来这个定位叫做农村建设及农田水利署啊，所以我们设分署大概就会承接这些农村建设。那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各位委员都清楚，农业县呢，我们那个水保局就负责叫做灌区外，那灌区内就是全部由水利会或者是地方政府来负责。那未来呢，这个大概就是没有分灌区跟灌没有分区内跟区外了，全部就是由这个农村建设跟农田水利署来负责执行。那各位刚刚提到的，其实整个系统的架构的概念其实也蛮单纯的，就是说现在在水利会的服务的部分，我们保留它原来在地的这个弹性，所以小组长水门管理员、涨水工等等，这个还是按照现有它遍布在村里跟工作站的这种服务形态。但是呢，我们整体来讲，水资源它还有很多的管理，因为老实讲，在很多污染的农地上面，其实农田水利会它没有办法，它大概都要透过地方政府的环保单位或者是其他的政府机关，所以改制公务机关以后，它的公权力相关的行使
更能够保障农民的水资源的这个服务的权利哈。我大概就先做这两点的补充，以上。好，请您为周委员，还是要张立善委员？好，我先讲一下啦，我们因为针对这个版本哈，因为刚刚这个柯总召哈有提到哈，说这个我们提的版本其实适用公职人员选罢法的选举的这样子的办法哈，跟原来的水利会选举的办法有什么不同？我跟你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啦哈。我觉得哈这个我等一下会说明。一方面哦，我也听了柯总召提到，就是说从李登辉总统时代到陈水扁，哦，总统时代一直到现在，其实有在立法院内其实有很多提议哈，关于水利会改革。但是哦，绕来绕去哦，我觉得哦是都有所不足啦，都一直只在于就是会长产生的办法，就是说会长到底用遴选的。用官派的，用间接选举，哈，会务委员选举到直选，好，都一直，哈，在这边绕圈圈呢，啊。好，讲来讲去，哈，各自的党派，哈，我们现在客观的讲，各自的党派都有所自相矛盾的地方，哈，你们也提案过，哈，要把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嘛。哦，这个要民主化，那时候的理由也很充分了。那现在提案呢，反而又把直接选举收归成变成官派。OK， 这个是过去，好，哦，我们都面对了哈，哦，各自的党团、各自的政党提出了这种会长产生的方式，哦，遴选、间接选举、直接选举，其实都没有进到核心呢，因为。还有更多齁水利会里面要改革的事物啦齁。我这一次的提案我们是只针对这个选举办法提出来，其实还有很多其他要改革的，我等一下也会补充说明。那他的选举办法到底跟我们公职人员选举办法有哪里不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的会务委员选举跟会长选举啊，他们如果会选齁去手银牙疼，好，哦，被抓到，判刑，确定，他还可以继续当他的会务委员了，啊。然后他下一次还可以继续选举，选他的会务委员，啊。我们新竹就有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正在发生。我们公职人员选举办法里面，这是绝对不会发生啦，啊，哦，不会发生这种。如果是不管是民意代表或是首长，初判选罢法，哦，一审判决有罪，大概就当选无效了。好，三审定谳以后，终身不得再选。刑罚也不一样哦。现在的贿选，哦，在水利会里面的，哦，这个买票啦，哦，就是说贿选啦，哦，他的刑期是多少呢？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也可以判缓刑，哦，可以并科罚金。我们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好，哦，让你没有缓刑的机会。OK， 所以你看这个差异多大。到现在我们还看到触犯水利会里面相关的选举罢免办法的这个触犯的人，然后呢选上了会务委员，现在还在继续做会务委员，而且将来还可以继续选会务委员。他有很多的漏洞啦，齁，哦。啊，我再讲清楚一点。如果他是直接买票的话，可能会务委员，哦，下一次就不能选。但是他如果是那个刑求啊不使人竞选的那个收银牙疼那一波部分，哦，欸，他就变成一个漏洞。他可以继续当会务委员，将来还可以继续选会务委员。齁，哦，这个很细腻啦，但是这个确实有很多的漏洞在里面。我要讲的只是说，我们以前都太着重在会长的遴选或是会务委员选举或是直选，但是没有回到水利会真正改革的核心的要点里面，包括刚刚主委也有提到水权的问题、水源的污染，还有李鸿金召委也提到上中下游的水分配的方式更如何更有效，
当然更包括水利会现在这个组织里面的主计制度、审计制度都不完备，大家都知道了。主计人员是会长自己选的、派的，然后编列预算都自己编，有没有审计的机制呢？没有，那个科目啊，哦，会长自己编的预算自己用，然后科目挪来挪去，有没有审计部来监督他呢？也没有。OK，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需要改革的很多的内容，核心内容都在里面。但是我们从李登辉总统到现在，到蔡英文总统，一直只在绕在说会长产生的办法，遴选还是恢复委员选，还是官派还是直选？我们真的要开始哦，进到改革的核心啦、啊。真正把水利会需要改革的项目逐一列出，包括他的选举办法，包括他的主计的编列预算的缺失，包括他的审计内部稽核的机制，当然包括他的采购发包、财产处分的透明化。难道这些不就是才是改革的重点跟核心吗？我们就不能在我们这一届？你这个三个条文里面哪一个是改革核心？我已经提出来选举办法了。对、啊，我跟你讲的这之一嘛，反应都还没搞清楚。选举办法是其中之一嘛？我现在在回应你，你说这个跟公职人员选举办法一样，真的不一样嘛？你敢讨个清楚不？好，那这个现在请中嘉宾，再请张立善啊，两位委员哈。谢谢主席哈、啊。那么各位委员先进、啊，我是觉得呢，在野党啊，尤其是国民党呢，一直专拘泥在这个选举啊，现在选举，其实这次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的改制，不是为了选举。坦白说，农田水利会它如果是一个地方自治团体，它是吗？它不是啊。它现在开宗明义第一条，它是公法人。请问一下，哪一个人民团体是公法人？人民团体的组成，为什么人民团体的首长要自己民选？因为人民团体自愿加入，有会员，有权利义务，会员要缴会费。先从缴会费这一点来谈好了。其实早年啊、我们有一位我很尊敬的民进党内的前辈苏焕智，他在台南县发起了抗缴水租。为什么在20年前、30年前他说抗缴水租？因为那时候农田水利会农民要缴水租，但是农田水利会长他作为一个那时候还是一个人民团体的性质，他没有办法来选举产生自己的团体首长。所以呢，后来怎么样？后来难道水利会的会长改成农民水利会员来选的吗？不是啊。水租就是政府退出啦，啊，阵会员免出水租，啊，会员用什么方式来要求要选伊的会长？其实就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人民团体。如果你是人民团体，你要缴会费，缴了会费就可以选首长。那当年苏焕智的意思说，我缴了会费，但是我不能选首长。所以呢，如果用这个理由来看，现在的农田水利会几个人民团体应该要实施内部民主的要件，通通不符合嘛？首先，他的会员现在参加资格。怎么样？哎，我好像知道我们在场，我们院长也是有会员的、啊。会员院长有没有去投过这个票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历任的总统直选啊，投票率都有50%以上。根据我看到的一个资料，农田水利会平均投票率不到1/4啊，不到25%。那我再举一个更明显的哈、哦，城乡型的差距在哪里？柳工农田水利会，我不要谈屏东，我谈台东。台东农田水利会，柳工台北的才300公顷哦。台东呢，14000多公顷，会员数台北的柳工8000人，台东的呢超过30000人，它的面积啊，台北的有60%以上，它持有面积只有0.01公顷，相对的台东呢，这个乡下型的呢，它小于0.01公顷的会员呢不到2%，那么以投票率来讲，柳工去参与率很高啊，50%的投票率啊，台东的呢不到30%的投票率，现金资产柳工就有227亿。台东只有3.6亿，以事业跟非事业用的嘛，台东的事业用地用在农田水利会的有243公顷，不是用在农田灌溉的只有22公顷。反过来，台北的柳工呢，6点多公顷用在灌溉，26公顷用在什么？用在其他非灌溉的事业。坦白说，现在水利会，我过去的地方政府，我们看到的有3个问题。先从刚刚诸位讲的，目前的农田有超过一半不在水利会的灌溉区内。有水利沟如果有在做灌溉的，那么有一半以上的农田没有享受到水利会的灌溉。
那在灌溉区里面的一半以上不是用来灌溉哦，是用什么排水？为什么？因为台湾整个的都市发展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农地变成了建地之后，其实居民需要的是排水，不是灌溉。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在地方政府经常得到民众的要求，村里民代表、乡镇市民代表要求的都是什么？水利会没有能力去维护它灌区内的水利沟渠的排水功能，需要地方政府呢用公务预算。现在水利会的维护的预算也是农委会出的啊，那凭什么水利会这些职员他用公务的预算，还要要求有不缴会租的会员来选举他们会长，然后呢不去服务他的灌溉区内的民众，反而地方的民众还要来要求地方政府呢帮他做好排水？第三，除了灌溉跟排水之外，农田水利会既有的灌溉的水柱啊，有很大的部分因为废沟，废沟之后这些地方变成土地资产。坦白说，包括凤山、包括柳工、包括七星，它的最大资产来源就是原来的灌溉沟渠废沟之后变成了其他用途的都市用地，尤其在都会地区高强度的开发，让这些水利会坐拥上百亿的资产。那相对的，像屏东、像台东，还有大部分的灌区水利会呢，它的灌溉沟渠持续在维持灌溉或排水功能，它没有能力变成土地资产的时候，它变成是最穷的水利会。很可笑的是，现在水利会有钱的根本不是为农民服务，又为农民服务的都没有钱。所以为了打破这样水利会实际水利会不平等情况之下，我们要求来改制，通通改成从公法人变成公务机关。公务机关之后，它里面的人员现有的会务干部啊，就是专门职员跟会长呢，就是不是在准用公务员了，就是公务员了。未来再放进来的不是所谓的官派啊，官派是说原来是民选的，不让你选用官派，现在是根本就是维持小组长，他们呢还是由会员本身来产生他们的互助组织，但是上面的管理阶层，公务预算、公务支出、公务员治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法啊，赶快立的是什么？是为了保障水利会现有的现职人员。水利会的人员很多工作很久了，他们没有国家考试，你改成公务机关之后，他的权益怎么保障？过去在我们政府啊，有很多机关留用人员都可以保障他继续在机关退休为止。举例两个例子，一个是选委会，地方选委会过去他用的不是公务员，但是呢机关留用人员可以做到退休为止，但是他不能调到他机关。第二个，户政事务所早年没有电化之前，户政事务所很多抄写员，这些抄写员当年聘用之来之后没有公务人用资格，但是公务机关全部电脑化连线化之后呢，我们在地方政府啊，这些抄写员我们都保障他的工作权到他退休为止。这个事情于法有据，如果今天我们赶快通过这个水利会组织通则的这三个条文，现在的水利会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权岌岌不保。拜托我们朝野各党要为了水利会能够持续的均衡城乡发展的差异，让它企业化，让它公务机关化，也保障现有水利会的公务人从业人员呢，他有他的工作权，这才是我们立法委员立法的目的哈。以上也奉劝我们那个朝野各政党呢，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哈。那么我最后呢提一个哈，就是特别给国民党参考的。国民党这次呢，我看学术界哈有45位啊提出暂缓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的联署名单，45位学者专家哈。45位哈，其中超过一半23位，念一下他们知道哈。陈宝基当过部长，蔡炳煌、蒋炳煌当过部长，杜子君副院长，张家柱交通部长，李鸿源内政部长，彭作奎农委会主委，刘庆忠客委会主委，周继祥国民党的党主席特别秘书，叶匡时部长，陈冲院长，蔡新成副主委，高思博，还有呢孙立群，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主管。45个联署要求暂缓水利会组织通车的民选名单当中，超过一半以上是国民党过去的政务官、部长、副院长、院长，还有国民党党组织的一级主管。请问一下，国民党为什么要挡这个组织通车的改写？好，现在请张立善委员，再来请蔡培慧委员。好，基本上哦，我要先讲一下，也就是说，刚刚我们柯总召啊一再呼吁，就是说这次的改革了哈是要因应。整个农田水利会未来水资源的运用，那我想我们都没有失忆症了哈，而且没走过必留痕迹哦。我想在82年2月3号的时候，针对当时的民进党的委员苏焕智所提案的，也就是说，农田水利会从1965年立法以来，到1992年，当时虽然用政府遴选，但是在1993年。
马上又因为要会员自主，所以推翻了当时想要改为公务机关的这样的一个任命。后来到2002年完成了整个的直选，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总召没有忘记的话，当时他是联署人之一，提案人是苏焕智，联署人我们柯总在里面哦。那当然了哈，还有我们陈水扁总统，还有李秀莲副总统。那当然现在目前还留在立法院的就是我们的柯总召哦。我跟柯总召提醒一下哈。那再来呢，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刚刚我们的钟嘉宾委员他说水费、水租，我要跟各位哈，如果你们记得以前农民不只缴水租，还要缴所有灌溉沟渠的工程，包括还要负担整个水库的水源引水到所有农田排水。你知道一架冬的农民啊爱交多少钱吗？爱交两万几块呢？当时的两万几块是偌大，是很大很沉重的一个压力跟负担，所以当时才会有租高镇号召所有农民，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权益。今天不能因为我们农民非常的弱势，不但工程要自己建造，水费要自己缴，是不是能够有个德政，让我们农民负担减少，不要叫再缴水租了？好，这个是历史渊源。那我告诉各位，现在水租由政府的德政承担，一年多少？22亿，人事费多少？5亿。好，整个应该政府投入整个灌溉沟渠排水的维修管理还有建造新建多少钱？整个不到50亿，那这个水利会本身还要自筹80亿。今天你的修法，我看到整个水利会法，我先告诉我们农田水利会的林聪贤主委，我从你的入口网站，现在农田水利会的组织通则已经消失匿迹了，网站里面是查不到也看不到的，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你们今天提出来的23条之一之二，你所有的修正，包括35条，包括40条，你们嘴巴讲的要改革，但是我里面没有看到你们有什么改革。从这整个7章42条当中，真正的所有的组织通则里面已经规范的非常清楚，包括什么样情况不能登记为会长、会务委员的候选人？你曾经有过贿选、有过妨害投票，或是有过内乱、外患、侵占、什么背信，这些都不可以，都不可以。所以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组织是健全的。那你们用了一个非常抽象，而且用政治意图的方式，说为了消弭选举庄脚，所以你们说，因为嘛，水利会会贿选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们今天要强力介入来改革。所以你们第23条当中，我还没有成为公务人员，你马上用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来规范我，不能有政党组织，不能有政党活动，这不是政治意图，这是什么？好，再来40条，这就是政治意图，对不对？好，然后40条，你们今天违反比例原则。第一个，17个农田水利会当中，有2个水利会是第二届到109年的9月30号，刚好就是要任满；另外15个到今年5月就要任期结束。那你要延任，那我请问，有没有违反大法官的释宪当中499及553案？国家如果遇到重大事故，不得执行选举的时候，才可以停止选举，才可以将届期延期。好，这是我要表达的哈。那再来，也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你的改革方向，只有看到整个的政治手段。甚至我要告诉今天呢哈，我们农委会说，因为组织改造，那现在所谓的农田水利会这些人，总共将近2000人，他们本身的名称叫做从业人员，是他们水利会里面的特殊考试，
并不是公务人员。那你今天在组织改造的同时，你是扩编增加预算的，这个不是要人民荷包拿出来吗？好、哦，再来，如果你们这么重视水资源，那我想在这次的水资源分配当中，你说灌溉区内所有农田排给水，目前我要告诉你们哈，整个全球啊，大概啊，我们的水资源大概只有七分之一的水资源呐、啊，哈，那流掉的大概就有五成六，蒸发的大概就有三成。在全国粮食会议当中，如何维持国家安全粮食，甚至如何节水省水的技术，这个部分我想你们应该去做这个部分啦、哦、那甚至在整个水资源分配当中，你画了一个大饼说灌溉区内的、哦、跟灌溉区外的，你灌溉区内的你都做不好，灌溉区外的你说还有54公顷，那我请问你，也就是说现在政府是你们在做耶，如果你觉得灌溉区外的、哦、应该要好好的将所有的灌溉沟渠做好，你政府应该要强化，甚至要编更多的预算来做。那现在灌溉沟渠内总共有将近7万多公里的农水路，那这个农水路我要试问，如果你这么重视农水路的话，你每年编多少预算？你编的预算呢、啊？光这7万多公里的农水路，你要执行200年，甚至这次前瞻基础建设当中256亿，无论你说的水环境、水发展或是水资源，完全连一毛都没有编给农田水利设施。所以你们说重视农田水利，我觉得这是骗人的啦齁。甚至你说为什么要改革？因为只要农田水利的隔川受到污染，那因为他不是公法人，他没有公权力。我试问，是不是环保署跟河川局他们的功能在哪里？因为所有的农田的水源源头在哪里，就是河川局，那河川局他才有真正管控的这个实际的力量。环保署一旦水污染了以后，是不是要共同来会诊，共同来监督？难道改为公务机关以后，他就可以求援兼裁判吗？这是、哦、我想我们要严正去面对这个事情的。那第二个，水资源的分配，未来你能不能兼顾水利法里面民生用水优先、农业用水优先、工业用水优先？只要是官派的会长，他会站在哪里？我想大家用卡头乌修的知道啦，不用我说啦、哦、所以呢，我想这种种你们所提出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足以今天来修正。所以我在这里要请问啦、哦、也就是说今天你说水利会它本来就是由会员出钱出力自主自治产生的，这是普世价值，这是应该坚守的原则。那你现在就是要打破这个原则，对整个从2002年陈水扁担任总统的时候他所坚守的原则，到你民进党第二次轮替的时候，你要打破这个原则。那我想我们可以说陈水扁叫做完全愚民，那今天蔡英文叫做什么呢？叫做夺权愚民，跟民众抢水抢钱抢民权。所以今天呢，你的农田水利会的组织通则要修正，我认为这是一贯的政治操作的手法，用你现在多数集权的方式要来抢夺人民的财产。所以你今天修的是23条、35条、40条，我要试问今天的第十九条当中还是维持啊，维持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这一条是没有修正的。那我希望这一条是不是还是维持原案？因为你在这7章42条当中，你是选出你想要做的来做修正，
十九条，我柯总长你不用纳闷，你可以清楚的看一下。你怎么会？你怎么会？哎，整个组织通则当中啊，这么多条里面，你就选这几条来修正。所以我要请问你，什么叫做改公务机关？哦，不是什么叫公务机关？你们是选择你们要的啦，你们选择你们要的啦。哦，好，那我是希望就是说，今天不要再抢取好多，我们而且也不要稍微控制一下了，让你讲完了哈。哦。好，谢谢院长。好，院长，那我再一次的强调哈，每一次的协商，我相信我们不是只有陪公子读书了。我真的非常钦佩你，有人的耐心听我们讲。但是讲完以后，有没有蛛丝的改变？如果没有，你们还是用大卡车碾过。甚至今天在场所有的民进党的委员，你们说的是一套。如果今天你们可以讲恢复收水租啊，你们去讲恢复收水租啊，对不对？你如果敢这样讲的话，那我就服了你了，对不对？你刚刚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吗？好，那你今天为了要强取豪夺人民的财产，你竟然用这种方式说要来修正，一纸整个命令就要空白授权，那你整个配套措施做好了吗？以前直辖市县市政府要整个改革的时候，它包括人事各方面审计组计，所有通通做了配套措施，不是你一个择业的广告单就要说服150万的会员说我今天要把你的权利完全没收。今天你真正重视弱势基层的农民吗？还是认为农民好欺负，我就一纸命令就把你的权利全部收回。时间控制一下啦。 好，谢谢。来，请蔡培慧委员，再请徐正伟委员，再请苏志芬委员，再来请燕宽委员。好，这个轮流啦。 好来。院长及各位前辈大家好。基本上呢，我刚刚听了大家非常多的论述，可是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停留在过去的选举制度怎么样，因为直接选举真的是直接选举吗？事实上是拥有土地的人才有选举权，可是实际在耕作的农民，如果他是租地的话，他没有选举权，所以这个直接选举本身就是有盲点的。那另外刚刚也特别提到说来自弱势的农民，我刚好来自弱势地区的南投，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审慎的水利组织，而且比较有专业化的设施的规划，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来推动农田水利会的制度化。正是因为要推动制度化，所以过去可能有一些采购弊端，过去可能有一些地价是用低价来这个特定人士的这个买卖，这些事情呢都可以受到这个公务机关相对的审核、相对的把关，这不是一个大家都期待的改革的方向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农田水利会的权责相符，是因为我们要面对21世纪的台湾的不同的课题。比如说在我们农耕上，以前的农田的水利是均质化，比如说大家都种水稻啊，所以同样的时间灌溉水就过来了啊。可是现在可能前面种番茄，后面种芭乐啊，那如果你前面或者是更有这些可能有一些污染或违章工厂，你需要去做灌排分离啊。所以这些中长期的农田水利的规划专业化是我们期待的。另外刚刚前面的委员也有提到，目前有37万的公顷是在灌区外的，可是这些灌区外的土地在这几年其实也担负了台湾农业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比如说水果类的一个使命啊。难道我们不需要针对这些地方做灌溉吗？所以我觉得灌溉区的扩大化也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不是吗？另外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个改革为公务机关的时候，往往都会忽略了就是水利会内部本身有很明显的城乡差距。如同刚刚钟委员也有提到，就是说过去的水利设施的相关土地，在整个历经60几年的这个都市扩张里头，它变成了可以来租售的建地。
那这样的事情难道就一定是让都市型的农田水利会掌握资源，而农村型的农田水利会要仰仗资源的补助吗？所以我觉得特别是这样的资源的汇整也不会拿为国家预算啊，它是一个专款专用的特种基金，所以我觉得制度化、专业化、扩大化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改革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放下选举制度这样子的一个争执，我们好好的来讨论农田水利会该怎么做。我觉得水是清的啦，我们应该不分蓝绿，我们就好好的来做这个改革吧。好，谢谢你。 好，来换徐委员。啊，再来就是苏委员哈。等一下啊，然后严委员哈。好，一个一个，反正只有两个党而已，党团而已。我今天在这里哦，在这里要问一下，请教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要改？以目前现行稳定，那是哪里做的不够？哪里做的不好？好，我们如果说要提升我们的水资源的运用，哦，那现行的到底它的？我们现在做的，刚才委员也提说，啊，我们不动产的这个要去处理啊，怎么样的，或者是有弊案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预决算，还有不动产这些这个要处理，都有农委会来核定、来审查，通通有报农委会。那如果今天现在这个水利会没有做好，是不是原来农委会没有？我们的这个农委会没有监督好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主改，刚才李鸿钧委员也讲，主改就是要我们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让人事精简，提高效能，提高效能。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要主改要环资部，要农业部？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从上而下，上面的整个组织架构要先罗列清楚以后，下面的枝枝节节再来处理？我们现在从下面的这些枝节处理以后，你上面未来改了，那下面还是要改啊。主改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上面由上而下，先通盘检讨，先确立了你要整并哪一些机关。哪一些机构要把它合并起来，再来做，否则我们现在外面的这些农民到底在抗议什么？他们第一个，他们的权益会不会受损？第二个，职员在职的员工，他们的权益升迁会不会受损？第三个，对不起，等一下，第三个，财务的部分，不动产的部分，你说不会，如果我们都不会，你说明清楚了吗？如果说明清楚，为什么会有人来抗议呢？为什么会有人来抗议呢？哦，我们您看哈，我们第四十条来看看。我们从下面哈，这个我们的会长和会务委员要符合一二三条，第一条普通考试以上考试是吧？第二条承认农田水利会一级主管六年以上三。好，请问一下，我想请问一下哦，第一点就是我们主改刚才有说人事要精简，但是我们现在会长、会务委员要变成公务员，这就多了。会务委员没有，有吗？没有。好，那就是会长，会长十七个，好不好？会长十七个，那这是政治任命，对不对？好，你有三条嘛，你要三条符合这三条资格。好，那第二个和第三个，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变成公务机关的话，那请问不是政治任命的话，那你全序部同意了吗？第二条、第三条全序部同意了吗？这个农委会哦，在失职呢。这个同意了吗？国民党都不了解。对不起，这是现在您要说给所有的水利会的所有的会员以及在职的职员知道的、清楚的。第二个，对不起，请稍等，我再发言好吗？
第二个，我们农田水利会改制及其资产处理，还有员工工作权益保障，另以法律定之。你的法律在哪里？你的白纸黑字在哪里？为什么只有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把所有在职员工您的权利，是不是白纸黑字写清楚？大家是不是协调座谈都协调出来了吗？现在我听到了很多的讯息，是第一个双轨制，现在维持现在的，然后新进的再来用新的。但是双轨制，什么叫双轨制？讲得很好听，什么叫双轨制？未来的人事处，未来的主计处，是不是通通要事务官进去？如果事务官进去了，那现在的在职的这些人不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的，是不是变成享受劳保的约聘雇？他们升迁的管道在哪里？这个是不是应该要讲清楚？现在在职的员工虽然只有两千多人，但是两千多人也是两千多个家庭，所以这个部分在职员工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先讲清楚？你的双轨制到底何谓双轨制？讲清楚，说明白，不要到每一个地方去说说明会，只是说所有的会员或在职员工在说的时候，完全没有下情，没有办法上达。那今天的来抗议就是下情没有办法上达，我们这里听不到，所以今天有人来抗议。所以在这里，在职员工是不是权益得以受到保障？他们的升迁是不是有望？还是永远只是约聘雇？未来都是约聘雇，没有办法到主计处、人事处，或者是没有办法往上走。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资产处理，现在的资产处理要怎么处理？另以法律定之，请问怎么处理？要让外面的所有的会员口服心服嘛？佛现在80几岁的可怜呢，上个礼拜劳基法20、30岁的年轻人在抗议，现在农田水利会啊做了一辈子的田，80几岁的老人家来抗议，这我们的政府做到让老人家都来抗议，做阿做啊呢，很心酸不是吗？对不起，本席在发言。因为你都乱讲啊！我没有发言，我只是提出。怪我都乱讲。我只是提出现在大家的疑问在哪里。好了，所以今天缩短了，好不好？是在这里。对不起，我提出现在外面所有人的疑问，请说清楚，讲明白。还有，拜托白纸黑字写清楚。白纸黑字写清楚，才有办法让外面的人口服心服，否则我们是空白支票。另外，这个东西跟我们的铁路局以及铁道局是一样的，一样都是空白支票。铁道局怎么是空白支票？不是，一样是空白，一样是这样子的。针对这个了，对，高雷整，没有错，那是公务机关呢。那是公务机关，没有错。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并非公务员，你要怎么改他？你要让他们权益怎么保障？其实主改精简人事精简，我们都赞成。等一下，请我们都赞成。没关系，外面请那个在职的，在职的一下了哦，诸位。对，就是在职人员的权益。对了，对这个在职人员的保障，这个要怎么保障？的确是这样。然后还有财产的部分，然后财产也讲清楚了。所有的会员知道他的财产现在未来会怎么样被处置嘛？对了，好了，好。另外，对不起。另外，农田水利会这个组织通则真的有这么急着改吗？真的有这么急吗？我们的主改，你从农业部是不是讲过了？就不要再讲这个。刚才你前也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在这里说，有这么急吗？如果没有这么急，那是不是先暂停下来，先把它全部沟通清楚，再来改？好，好不好？ Okay, 谢谢。来，现在。苏委员讲完之后，拜托林苏志芬，我要苏委员呐、啊。好，我们请林
主委啊、哦、回应。主委要不要先回应？啊，主委你先回应来，好来，就是啊，工作权的保障，财产怎么处理啊？说明清楚。好，那规划啦，因为这个未来还是要立法院同意的，按、啊、你们的规划哈，草案是什么？谢谢各位委员的指教哈。刚刚几位委员提的部分呢，我想要跟各位报告，这次因为刚刚一开始没有全部到齐，我们这次分两阶段的修法，啊、哦，第一阶段这一次修这三条，就是我们要朝改制的公务机关那个往前走，而且呢，后面有三个法还要送到立法院来修，所以没有刚刚大家担心，现在修了之后就变成是空白授权了哈、哦，有三个法案，包括农业部的未来的那个农村建设及农田水利署的组织法，哦，这个是配合那个组改的，然后这就是农田水利会改制的这个条例，还有一个农田水利法都要同步来修，这三个法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阶段通过以后，我们马上后面大家关心的，好、哦，刚刚几位员都提到，好，现有员工的权利，这2200多个人。他只有5%是有具有公务资格、公务员资格。那我们现在也请那个院里面啊启动跟我们的考试院来做平台，希望能够来为这些这个员工争取最好的福利。第一个，他现有的员工其实他目前也没有受劳基法的保障，哦，因为农会跟我们所有的渔会都已经进入劳基法的保障。那我相信各位委员对关心我们全台湾所有的乡亲他的权益促进嘛，那为什么没有保障？因为当时就悬在说这个要面临改制，哦，所以各位都知道这个过程，刚刚那个总召有特别说明那个整个严格，所以所有的人都进入劳保了，只有他没有啊，而且他的那个所有的待遇是比照公务机关的体系，好，哦，所以各位关心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未来为什么说要变成是双轨，也就是说我们改制公务机关绝对是总额管制，不会说我们又要那个扩编了哈，因为我刚刚有报告了，我们农那个水保局要回到环资部去了，那我们在农村建设，那有一部分他的这个相关的那个过去在分局的这个同仁就要留下来，哦，作为农村建设的这个主体，那未来的这些农田水利会的干部，现有他没有公务员资格。我们将来跟考试院在谈，他没有办法变成真正的公务员，他就限制，就现有的升迁来给他保障。那我们希望能纳入劳基法，哦，这个是一定要去调适的。那第二个呢，大家关心的这个资产，那其实现在就是公法人。那我们现在未来也协调了，包括国产署跟财政部，未来就是变成一个特种基金，那专款专用。那所以大家关心的，现在我们国家的资源投入在这些农村的建设的占比，就是除了这个都会型的以外，其他大概我们的那个投入的这个占比都超过50%以上，尤其是像台东这个花莲或者是更南部的这个部分，大概比例又更高。那这样的话，我们将来的资源公共化的这个部分啊，大家关心的这个部分，所以对这些老农民啊，或者现有农民。刚刚那个林回洲委员那个提到一个重点，现有的会员他只有真的就是领纪念品跟选举啦，哦，真的在一般的服务，但是最重要的服务是他的所有的损水咯，哦，损残高啊个关水门。那未来呢，我想我们现在的改制各位都知道，如果说我们现场有好多委员准备都要投入今年年底的选举，我也要做一个分享，我们在场的苏委员跟陈明委员都当过县长，为什么现在的农田水利会跟地方政府的这种农田水利跟所有的农民服务啊，看起来是非常紧密，但是有时候是有干涸跟竞合的关系，因为同一套的系统里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哈，在花莲，在灌区内是11700多公顷，但是外呢有26000多公顷。那台东有11000公顷，啊，将近12000是灌区内，啊，灌区外大概还有18000。那我们云林呢？云林也有将近这个，我们有56000是在灌区内，还有22000，因为这是都是农业大县了哈。那台中17000是在灌区内，20000多还要在灌区外。那我想，如果说大家都关心农民，我们为什么说急迫？
那灌区外的农民都不在农田水利会的服务范围里面，那请问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徐委员那个先生现在也是县长，那在某种我们现在地方制度法实施以后，有很多叫做地方自治事项，可是地方政府城乡的这个资源分配还是有急剧的，所以没有办法全面照顾，所以农委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每年都投入公共资源，各位在帮我们审我们的预算的时候，都希望我们能够再加一点，再加一点，但是这个协调上，我们将来就是希望纳为公务机关。林委员刚才提到的，从选举的这个弊病，跟他机关的运作的这种课责，事实上它是不完备。那改成公务机关，大概可以把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大概都能够改善了。其实现在大家争执的，大概都是从政治层面了。不过我在最后还是要跟各位报告，民主就是要建立制度嘛，哈。那我们要相信制度，那建立制度，有了制度的完善，我想比我们在这边讨论的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都会不断的滚动前进了，哈。所以各位委员在那个立法院里面呢，为我们民众守护这个权利，要建立制度，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改制的过程有这么好的对话。不过我们也要检讨了，哈，确实有很多讯息还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清楚。不过我们现在农水处已经到每一个水利会，请人事部门都已经单独跟各水利会的员工有过对话，大家的余力问题都已经收纳，那就会落实在未来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的权益促进来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配套的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部分，后面的配套最后第二个阶段都还会送到立法院来接受各位的那个审议。好，来请苏委员。刚刚的话就是有委员提到说水利会是个自主又自立了，比讲的话，刚刚徐委员也提到说为什么要改，那我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不改？对啊，好，为什么不改？花钱要钱啊！我的空嘞，这么是我的发言时间。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好的，我就以四年前3月26号的云林县水利会林文瑞会长他提出了几点的原因。他说，因为水利会的会长暨会务委员的选举的事务由水利会办理，对裁员困窘之水利会的财务负担沉重，劳民伤财，所以中观第四选举投票均偏低啊。尚难以反映农民会员真正的民意，好，还有农村社会每历经一次的选举，地方的裂缝随之加深，造成派系恶斗，致使会务推动困难。再来第三点，如果改以林派的制度的话，由政府的话择优专业人才，则将回归到专业的本位来治理，可提升农田水利会人员的素质及专业职能，并可增进行政效率，以达到精简人力，还有尊节裁员的目的。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就要问，就是说，农委会主委，你们一年补助多少？你们一年补助那么多钱给农田水利会，你们的监督的机制在哪里？如果再不改来讲的话，那你们这么大的一个那么庞大的一个支持一个地方的一个水利会，然后你毫无监督机制的能力，这根本就是行政怠惰嘛，这根本就是图利嘛。那我再举一个例，大家可能不知道，以为说水利会供应的水是给农田，是给农民用水，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的？云林跟彰化的水利会卖水给工业，彰化水利会跟云林水利会每年卖水给台塑六轻工业区每年可以收入，彰化水利会收入1亿2000万，云林水利会呢收入1亿2000万。各位大家拢对基层来地方的政治来讲的话，你心里知道，我心里也知道，做一个水利会会长，除了卖水给台塑六轻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利益？还有没有？心里大家都很清楚了。一个水利会会长，第远就是腰团酸一届就对了，开钱开一届，做两届。选一个水利会会长、院长，你知道吗？开要将近一亿呢，那才好康呢。为那学生们叫你好康呢？
还有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农田水利会处分非事业用的不动产哦。原来我们规定就是说哈，依照规定来讲，我们的查估小组查估的出售价格不得低于当年期的土地的公告限制，但是农委会呢没有智慧的空间。主委，为什么你们没有智慧的空间呢？所以我们地方就常常听到的话，就会找会议委员啊，找水利会的高层啊，即可用低于市价取得水利会的土地。另外我再举一点，人工厂那起地吼，农业区内底，这嘛那边白水也行，我们叫做搭牌，搭牌的费用有规定的费用，有没有台面下的费用？有没有台面下？啊，我再另外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家每一户家家户户在用的自来水哦，如果我们台湾省自来水公司的话，如果跟水利署买，跟水利署买原水的话，一吨平均的单价是0.931，但是台湾自来水公司如果跟水利会买水的时候，一吨是多少钱？是3.029，全民共同在负担。这是哪一国的道理？是哪一国的道理？是哪一国的道理呢？今天是水利署没有来呢，不过没问水利署，你为什么提供那么多的原水给水利会？那么水利会的水呢，多到用不完，可卖给工业用水，然后卖给我们的自来水公司的话，居然收到3.029，利益是谁吞去了？这种的啦，这种机关还能够让它留下来吗？我们当过县长，我们在地方基层走的时候，最痛苦的一点是哪里？当我们要做一条排水沟的时候，我们的集水跟排水的工程的界面的接轨，还有我们整个排水的工程到底要怎么走，地方的水利会鸟你县长吗？陈明勇县长会鸟你吗？水利会长会鸟你吗？那鬼都乱你嘛，一个国家制度都乱个乱七八糟嘛，所以这次就一定要修了，就一定要修，好不好？请支持。好，请严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哈，刚刚都有分别提到好几个这个关于今天这个协商的目的哈。那我在这边先提到说，从82年开始哈，政府当时哈农业单位就是补助所谓的会费了哈，会费就是农民的用水费用嘛。哦，咱拄则拢讲到用水费用1公顷4000多块。吼、哦，4000多块等于一岁卖4角外嘛，吼、哦，这就是因为这个补助，所以讲啊，咱的农民负担就较轻。那所以我们水利会有这样子所谓的政府的补助收入，但是我甲大家报告，这是补助农民，你是不是替农民纳钱，和这个水利机关，吼、哦，因来收到这条钱，来有这个收入，才会当来管理这个农业设施灌溉的费用。包括水顾水门的这些人员、这些薪水支付、所有的行政费用，所以补助的对象第一点是农民，不是水利会，先确定吼、哦。所以讲，如果说了吼，他现在补助的对象是农民的话，那是不是你现在要收回的对象，你要收回国有也是农民？你甲农民收顿，我无意见啦。你甲农民收顿去照顾，甲农民收顿来厝个防晒起来，我嘛足赞成。农民上辛苦的，哈、哦，这我第一点给大家报告哈、哦。第二点，当然也有几位哈、哦、都有一直提到说，为什么要官派了？为什么民选之后要改官派？那这个82年的这个，刚刚立善委员也有提出了哈、哦，我再稍微补充一下。82年的时候，那阵是林派，就是讲干接选举林选呢，哈、哦，就是等于是指定的啦，哈、哦，会长是由。这些会员代表的经脉会委员算出来了后，再来选水利会会长。所以当阵第二届立法委员哦，苏万志当时苏万志委员，包括我们在座的哦，我们总召、科总召，还有我们的总统、副总统，都在名单之内了。这大部分委员都能够证，这种要个在拢要个找有人哦。那27位委员哈、哦，加上提案人28位，这样子的情况在时空背景，他们当时提案的理由就是说。哦，依照民主原则，应由会员选举产生。如果政府官派，显然会抵触民主的原则。县长、市长、省长，当时还有就是要选省长了哈、哦，已经符合
民选这个民主的大潮流下，所以你现在把市长不，改做水利会，改做官派，东西啦哈，东西改做官派，哈、哦、是大开民主倒车。八十二年讲这个话，大开民主倒车，人家哎，91年就真的就是直选了嘛。经过民进党长期的努力哈、哦，那个时候还是零派遴选呢。刚高才一年2000年了哈、哦、的时候，89年之后，陈水扁总统任内就改成直选，直接选举会诶，这个会员选举会长。都讲、哦、我们也有委员提到说，是不是直选这个什么，说会水利会的选举算是直选吗？我们不能参选，我们不能参与投票给，就是讲去选举去投票。选会长，咱不是会员，咱无投对，当然咱袂当投票嘛，是不是？那当然，他是人民团体，好、哦，他有人民团体的资格。就像我们在座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的苏院长，他就是他有资格，他是水利会的这个会员，所以他就有资格去参加选举或被选举，好、哦，是这样子。无啦，我是安尼讲，你爱心有这个会员的资格，才有机会。行可以去参加选举投票，未来才有可能成为被选举的对象嘛。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啊。好、哦，我有土地，我私人有土地，岛主所得的土地是一般的土地，不是水利会的土地。哦，所以这样子很清楚。我们不要倒果为因，大行大事都要给捏了，都好像一个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把它混杂在一起，然后只是要增加你们今天修法的正当性，看起来那个做有利的，那个感觉安尼尔。其实好，我们再提到。现在我们所有全国所有的这些农这水利会各管区水利会有好业产无唔对，有刚刚有提到说有灌溉区跟非灌溉区，好不好？因为城市的发展，有些在都会区，有些是在都市计划外。就像刚刚也有提到台中部分有多少万公顷多少公顷在灌溉区，多少没有？那我想要请教你，有提出说非灌溉区它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吗？它的纬度多，哎、欸，也管多寡管吗？它有水源吗？有水无？你我最追问都来，你准了不啦去？你将来要灌溉这54%的所谓的非灌溉区，你要花多少钱？你告诉我，你几年能够做好？现在7万公里的这个啥拢水路，是几个十年才做起来哦，哈、哦。那啊，400年是包括清朝，哈、哦，对不对？你说的400年嘛，哈、哦。那、啊、不管，那我们有几个400年哈、哦？你改成公共机关之后，你几年能够完成这个未非这个非灌溉区54%？啊，要安怎做？啊，经费偌济？啊，水源伫倒？啊，起水库无？这些都是我来讲啦，恁就是要讲予遐个，毋是农民听的啦。外口恁要讲予谁听？恁要讲予电视机面头前个人听的，毋是要讲予外口徛伫遐个人听的啦。恁就是咧骗毋捌个人啦。老实讲，我嘛唔捌，因为我唔是水利会员。我跟水利会，我也没有什么纠葛，哦，我也没有什么样，只是说，哦，老实讲，哈，今天贵党，哈，官派如果那么好，为什么当初你们要说要会员要直选，才符合民主潮流，符合民主的原则？是安怎今嘛要改做？要改做公家机关，改做公务机关，而且还是改为公务机关了、哦、吼。开始要改为公务机关，所以我想吼、哦，这个说不通啊，也没有办法说服你，没有办法说服我们了、啊、哈，更没有办法去说服所有的这个大众。另外，我们再提到说，这些四百年哈、哦，刚刚我们总召提的四百年，从当然伟人哈、哦，曹龙龙。大部分啊，70-80%都已经当农作行了，做过啊哈。他当时所捐献出来的土地，作为这些农业设施所经过的这些灌溉水路圳咯，哈、哦，再圳花，包括所谓的像水准圳头哈，再、哦、所有也设施，这些多数都是早先的农民和这个民间捐出来的土地。献出来很用的啦，还有一些他并没有所谓的说捐献，他只是说同意让水利会去使用。就像我们现在假设县政府、地方政府要去做一些水沟设施的时候，如果经过私人土地没有进行征收的，也必须要先让这些土地所有权人先同意，签同意书，一切敢走，不管政府唔敢走，市政府唔敢走，做落样过。
好，再提到这些，刚刚有提到说，啊，总章也提到说，这些历经了四百年哈，这些已经不是属于说一般，这个已经是公家的财产，已经是政府的财产。但是哈，我们有一份公法人了、啊，公法人哦，公法人了、啊、哈。但是公法人这个在法院的认定哈，我跟我补充一下了哈。这不是树林的啦，不是树林的哦。那在高雄，在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哈，一个判决哈，就是说。嘉南水利会提告嘛，他这个告诉的对象是嘉义县政府，哦，嘉义县政府，我们在座有没有嘉义县的啊？有，哦，我们的那个老县长，哦，陈明文老县长在现场，哦，这个部分哦，2013年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做过一个判决，哈，被告是嘉义县政府，诉讼标的是请求办理征收，结果诉讼赢了，管经书哦。如果那是公有的财产，它不是私人财产，为什么？就免征收嘛。所以判决的结果就是说，政府如果要用到嘉南水利会、嘉南农田水利会土地，必须透过征收程序来办理。所以依该判决，哦，由此可证啊，农田水利会土地是属于私有土地啦。哦，这等你再过去了，我是搞我的代。好，谢谢。那嘛，不管，我跟你讲。8年8百亿治水预算，容易搞水何不对啊？我来讲了哈。好好，这个严委员哈、嗯，我们尽量缩短。好，好不好？不要让。不止这个部分，很多了哈，这么多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去来去说那些民有的献出来的捐献，说现在还在私人名下的这些土地，你把它改为公务机关之后，你把它纳为国有之后，你要怎么样？你是要进行征收呢，还是要怎么处理？哈，这个也都没有说明。没有，所有这些该说明的部分都没有说明，就要急着啊，都被来一些的修法。好、哦，我们15号的时候，12月15的时候就直接抽出经过读，也不经委员会讨论，哈、哦，没有复委，让应该参与讨论的这些直接影响的这些农民、水利会农民，还是各界的这些专家学者，没有机会。那今天我们就这么急救章，上午选举监察委员，下午就要进行协商，然后进行，哎，势在必得。明天好像就要进行另外的法案了，哦。所以我想，为什么这么急啦？为什么这么急要处理水利会这么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充满了争议的一个提案内容，一个这个修法内容？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以上。好，这个委员会没有办法讨论，是因为啊、在院会被挡了好几次，没有办法复委了哈、哦。这个要说明一下，来。委员会重庆来装。啊，弄一个张嘉俊。谢谢院长哈、哦，我刚听了好多位我们委员非常关心我们这一次的改制的一个修法了，有的。实在是关心呐，但有的实在是讲的已经太过于离谱了、哦、在这一次修法过程里面，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不要制造恐慌啊？第一个，咱若要修这个法律的时阵，想想看，过去的现在现状好不？啊，现在咱个修改了后，做会到会比过去较好不？第一。第三战术，你买让丁德兵来个比较，讲今嘛会比今嘛要改个较好。三个问题可以思考。那至于提出来的理由，讲说，哎呦啊，这个侵害到人民的一个财产呢，我认为这个叫做制造恐慌啊。我用最近的把它推回去好了。刚严委员讲的，这一个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啊，龙鼎水利会去告嘉义管政府啊的败诉，里面判决内容具体的指摘去讲到说啊，你嘉义管政府哪边用这土地爱去征收，他这个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法律的一个主体啦，就讲这个财产归哪一个主体所有？任何一个法人，任何一个财团法人，任何一个公法人。你本地的政府机关去，当然不能擅自去把它归为纳为私有，但不代表那个法人的财产就叫做私人哦。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论断，刚好是相反呐、啊。这个要提出来哦。这我那播种了，不过咱蔡玉马的书带来咱讲了哦。那至于我为什么会讲说，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我会认为说，大家觉得说，哎呦，霸占人民的几个财产呐、啊，
除非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农民，我可以从现在的农田水利会跟你说，欸，我一年要配东要配多少，还是一年你要挂多少财产给我，啊，你来说就说，啊，我现在盖的都没了，啊，你能说我侵害到我的财产权。我记得我以前进咱较早当入去法律系读书一年的时阵，咧讲啥叫做法人、公法人、私法人，迄差不多第一节课咧讲的公法人，举的例子是咧讲啥农田水利会啦。我伫只甲大家做案例的报告啦。阮去读台大法律系，咪两回过去换的啦，吼，我嘛拢正式考条律师啦。重点是我来自于农业县，我农业县。李鸿钧委员，我农业县，我袂使像别人讲，我不懂，我要跟恁讲，我要跟大家讲，我懂。你像我屏东农田水利会，讲到这就搁政治啊，就讲我了有赞成，你能讲啊？就阮执政嘛吼，屏东遐是赞成的。第一，难道我们这些未纳入灌溉区的，我们不予考量吗？第三，你讲啊，这财产你全部拢改制了，其实我都不认为这个叫官派。那个升格了，改制升格以后，大家刚才提到的就讲说，啊，那原来这管是安怎，我来具体回应了。啊，原来你是安怎，那当然现在就是怎么样，那怎么办？就靠我们大家。你原来农田水利会里面，你不是正职的，啊，你原来你安怎入来，没有经过公务人员的一个考认可，没参加科举，哦，啊，这个部分你说要让他变成公务人员也不对，但是工作权要不要去确保？当然要啊！啊，这部分要怎样？未来哦，你说未来如果我们修法了，那你到现在的你说还没修法以前，那怎么办？原来农田水利会职员继续适用农田水利会人事管理规则，就是这样。工作权有没有去受到影响？其实也没有。你说啊，退休会不会影响？啊，那两个都就像徐委员都要讲的，就是双轨啊！你讲会没有保障哦，啊，咱家里话为什么都笑哎？后续的修法就是我们该去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会认为说啊，我们一直在制造恐慌，让我们的农民就觉得说，还有政府的相关的财产啊，政府当时占的财产，公法人本来就是公有财产体系的一部分。那有人会担心说，啊，你把它变成公法人的财产以后，这个变成公有财产以后，那怎么办？全部都纳入国有财产啊？这条钱分到农田水利会，你给它起警报，给它起劳保，给它起公保，也不会专款专用，还是继续做农田水利的事业的一个使用啊？所以，你政府用这些钱继续去投资水路，和灌溉更顺畅，有什么不好？第二，我要讲的就是讲哦，好啦，过去大家有动物政治上的看法啦。当在野的时候，大家会想说，哎呦，拢总遴选呢，一动即整，即动遐久，改算啦，亲代表嘛，拼一两个啊，免用牌，你还在遴选嘛，遴选的牌嘛，这个不是叫做牌哦，这个叫做改制哦，改制是等于升格的意思哦，反而不是官派哦，所以我会认为说。咱敢会当安尼较冷静淡薄啊？25%的人在选尔啦，啊，迄25%的人在选，家己选举都免钱。台湾最受诟病的就哪里？农田水利会大概选举最受诟病。我在乡下，我农业县来，我唔是都市的诶、欸。你会做我嘛农业官的呢？我嘛农业官的呢？我唔知，咱算唔知影讲，遐个算计是安怎算，恁遐是安怎算？所以我认为现在不是说那个选举的方式改革的问题，是说25%人在那边做参与啊，酸屌料，真正可以去服务到所有需要在整个农业县，包括没有在灌溉区里面的人吗？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讲酸屌料，我就巩固这一块势力。看来我这不是在灌溉区里面，我们抱着棉被哭啊，每天在看天空杯啊，这对吗？所以我会认为不要再拘泥于好像是说谁全拿，会全拿吗？我认为完全不会，国民党的朋友根本都不用担心。为什么？这是改制以后，升格改制以后，你继续延任，延任到最后，到今年年底2018
该是国民党执政的这些会长还是都存在。到2020总统在台选的时阵，选刷到高委的时阵，才真正新的会长改制了，新的会长产生呢。所以今年你讲国民党，你即摆降上者，馆长选举，人原来恁的人也是个恁的人。总统选举原来的会长嘛是个恁的会长，嘛个恁的人。那只是我们修法以后赋予他说，卖乌白叮当啦，行政中立啊。你当作老百农民就戆的吗？你甲农民讲，水利会的行政中立，会长的行政中立，农民会甲伊讲，安尼是唔对的吗？农民会讲说这是不好的吗？所以大家思考一下啦，卖啦啦。政治过去的啊，大家捌主张过啥？啊，你捌主张过啥？我捌主张过啥？那看过去迄歹，会当冲个好袂啦？我真的是农业县来啦。啊？不然我讲我的真的嘛？啊，你像你我刚才讲，我胡说八道，制造恐慌，这对吗？那个李彦秀委员，院长各位大家好，陈明文委员好。听了大家讲了一个多小时哦，其实我觉得院长今天不应该限制大家的发言。如果民进党打算进覆二读，刚才柯总统虽然说了一个理由，说国民党把他撤回，民进党人数那么多，随便表决要好好的直接进入委员会讨论，也没有什么不行的。这个案子如果真的这么经得起考验，为什么不能在委员会好好的来去讨论？我凭良心讲，刚才庄瑞雄讲，我们观察三个点，我们来决定农委会改革或也好，我认为是应该改革。你讲的其实是改制，确实是没有错。但是我凭良心讲，公务机关以前人家大家都认为一般公务机关在管理任何事情是效率是最差的，特别是我们所有部会里面最差的就是农委会。连颗鸡蛋都管不好，源头管理鸭鹅都分不清楚。再来，今天你要把人家水利会的资产收归国有管理，即便你说我这个不叫收归，我要嫁给你之前，你要告诉我，告诉清楚，说你以后要把我的资产怎么去收。你后面一个农田水利会法，一个后面有一个资产管理法，你为什么不能同时送上来，让所有的委员可以心服口服？你前面过了，后面已经嫁给你了之后，后面东西也一定归你管啊，难道我能说我不给你吗？先强暴再讲。所以我觉得今天处理这个法案，我看不懂民进党到底在急什么，背后的居心让人家觉得十分的可疑。再来回到实质面，农田水利会，水利会不得收会费，当时是政府的规定，人家农民没有说不收哦。今天当时如果诚如刚才匡衡所讲的，严委员所讲的，如果当时陈水扁也认为直选是对的，那我们就应该回到体制来里面好好的来去做讨论，为什么必须改制？为什么必须改制？这个改制直接官派听在我们国民党的耳朵里面，其实非常讽刺。如果说劳基法的修法，林万益可以这么不要脸的说，这是符合民主的潮流、国际潮流的民进党修法的方向，那今天农会的改革，真的是符合民主潮流的国际方向吗？参与农民式的灌溉，其实不是农民可以直接参与灌溉，不是符合国际潮流吗？政府真的管理会比农民管理的更好吗？我再请问，对不起，柯永芳，是这样的管理方式。院长，请尊重我的回应。我质询的是质询他。今天如果回到委员会，我就是质询主委，不是由柯总召回应我。交换意见，那请就尊重我的发言。今天如果回到这整件事情上，我觉得林主委应该好好的交代清楚，把
包括刚才，如果每一个，就说如果因为选举造成纷争，政策没办法推动，这个话以前都在讲说这个选举是民主，那现在自己选不赢就打算收回去。其实民进党讲这个话，其实真的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讽刺。我凭良心讲，我觉得应该回到体制来，大家应该好好的讨论。我更认为今天如果没有把上造的水利会的资产，农委会讲清楚啊，未来打算怎么管理啊，我们难道站在他，即便他是公法人，未来他如何去管理他都交代不清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让他直接未来直接改官派？我们至少对于水利会的资产，它属于公法，它不属于个人，它是属于团体。但是难道我们没有这个把关的权利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法要过，也必须跟着水利会法，也必须跟着我们所有后续的资产，看到它如何去管理，再一起过。否则头过身就过，未来我们如何去帮水利会的团体把关各地水利会的资产？这是以上我对于这整个案子，以上我的意见。我对于农委会的能力，我有更多的质疑。鸭鹅都分不清楚的防疫单位，源头食品管理都管理不好的单位，带二星鸡蛋从哪里来，到现在还交代不清楚的单位，好，你还要增加多少业务量？好，我们请陈明文委员。好，我想这个农田水利会哈，只是通则的一个修法哈。我们基本上哈是在照顾农民，我们不希望哈是大家用太多的政治语言或者是政治元素来诠释的哈。我想基本上我们不是官派，我想要很清楚要说明哈，那不是官派，就是改制升格。我想这一点应该大家也很清楚，而且我是觉得，这个从总召、从隶属官谈到现在，事实上，整个我们的水权本来就是国家的，就是国家的，不是水利会的。那有的是水权国家要调度，水利会甚至于不配合，那水利会基本上它是一个公法人。那基本上应该是要配合的，所以现在改制了以后，基本上是要照顾农民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在制度上我们是应该要修正。所以我是觉得水权国有化，我就是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财产公有化，这也是应该是大家都很清楚，这些财产应该要透明化，即为对来。怎么开这个也要很清楚，像很多台北现在的水利会的钱，基本上他现在都没有灌溉期了，这个钱是怎么花，对不对？那这些钱它本来就是属于农民，全国农民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资产我们应该要公共化、透明化。所以在这一次的一个修法过程中，我是觉得我们是从这个照顾农民的角度上，从整体的一个这个水权的调度上，我想特别像很多的这种水利会的一个资产，哦，恁是安怎咧开？比如讲啊，迄个台北像我一个水利会，一个诶在资产两三百亿，我唔知要安怎开，啊，无半分，无半价灌溉区，通啊去照顾农民。啊，像阮嘉义嘉芬南，啊现金五十多亿，啊迄个灌溉区下面就是占全国50%。事实上这个都是在资产上分配是不公平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一个修法，我是个人是觉得在整体的一个协调上，我们还是非常钦佩农委会是用很多的心思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沟通处理，而且现在坦白讲也是在妥协式的一个协调中，产生共识了。刚才讲的你基本上你们在再会长，和你阁继续阁和你延任两当四个月呢？这所有的这职员，拢总你的工作权全部保障呢，都没有影响呢。所以基本上都是
都是为了农民，大家这应该要退一万步来想，绝对不是在为了选举。我想这点应该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农田水利会的组织通则，事实上我们是应该从整体照顾农民的角度来思考，卖个公正地啊，来公安都变没意思去啊。好，请曾委员。好，谢谢院长。刚刚您听了很多不同党派的委员的意见，大家也提出呼吁，不要从政治层面来看。好，我底下就不从政治的层面来看问题。我有两个意见。第一个，程序上，刚刚柯总召也提到了，水利会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那关系到所有农民的权益，这么重大，要改制也好，要改为官派也好，这么重大的事情，不需要交到委员会好好的讨论，不需要再多听几个，再开几次公听会，好好听大家的意见。这个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历史，不需要让它的程序更完整，不需要再听听各界的意见吗？不需要让广大的农民表达他们的意见吗？所以这程序上直接进覆二读，那等一下程序完，等一下进去表决。不同政治层面来看，但是你做的都是从政治的层面在看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庄瑞雄讲的委员讲得很好，我要问的是，我要请问民进党或者农委会，你认为改制后会更好吗？你真的可以达到提升农业水资源的效率吗？你们都讲会，几个市政我认为有强大的疑问。第一个，水利署，你看水利署底下有各地区的河川管理局，现在的它是一个公务机关了，现在各地的河川管成什么样子？刚刚李总召也讲，泛滥的泛滥，污染的污染。我回嘉义啊，我们的老县长在那里，水垢臭的要死，我跟你讲。哪一条？我们这个乡蝶溪村的那个大水沟大水盘，我哪一天我请你去看。我再来一个观念，台湾就是出几家。改成你听我讲，让他讲完，让他讲，可以讲完了哈，对，可以讲完嘿。好，我带你去看，你以为改制公务机关就有效吗？水利署，我能不能讲？水利署改成水利署，水利署公务机关有效力吗？没有效力。第二个，国外，你看看国外的发展趋势嘛。哪几个国家绝少数是用政府机关的了，大部分都是法人或者人民团体在管了，多数都是法人跟人民团体在管。第三个趋势，你各位看看哪个国家的国营企业不是在推动民营化，就政府没效率嘛，你以为纳到农委会管理效率会提升哦？你以为有办法弄会有办法管哦？以后管了之后，农业水资源的效率更差了。所以我很赞同刚刚庄瑞雄的意见啊，思考看看。好，我另外要问主委，你们有评估过吗？这个政策你说要采行之前有做政策的利弊评估吗？会更好吗？你有没有评估过？拿出来看看。你拿出来看看，拿出来看看，说，哎，我这个经过非常精确的公共政策的评估，拿出来看看。你假设有精确的评估，拿出来看看嘛。谢谢。好，这个我们还有几位没有讲，我们就让几位没有讲的先发言了啊、哦，因为公来公去，差不多拢底下的打转啊，大家讲的都大概都一样的啦哈。哦，这个林德武委员，你待会要讲无？好，来，请何何何先讲啊，过来你好。好，来总召啦，我们先让总召。我想这一次哈，整个
就是要把国那个农田水利会啊改制哦，就是啊以后变成啊就是一个公务机关。那其实我认为这整个过程非常的草率，因为你本来在委员会里面应该要讨论哦，但是你直接进入二读，而且诚如刚刚我们很多委员有质疑啊，第一个你也没有做过很精确的一个评估，第二个你也没有做一些配套的工作，因为配套很简单啊，水利会有那么多的资产，你凭什么不把这一次整个配套都拿出来，甚至于说你要改哦，这个整个水利会里面还有很多需要配套的这些工作完全没有，那你就很草率的，就好像讲实在话难听一点，就是先强暴其他再讲啦，起码民进党的进步的是必然的啦，反正我你要不要我不管你，我就先做了再讲，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讽刺啊。因为你看国营事业都要改民营化，然后你把原来公法人要把它改成公务机关，那配套所有的设施所有的该修的法都没有出来，你说这出不出照哦？所以说现在其实外面哦，大家都在讲说假公灭私啊哦，然后就是欺压农民啊，霸占财产啊，我靠都嘛那里讲，所以说我认为说应该哦，院长你身为立法院的大家长，像这么大的一个修法，你说今天不要进入委员会来讨论，不要开公听会，你说那些农民那些可以说最底层的他们能够接受吗？哦，不要说你们用那种哦暴力式的强暴式的那种表决的处理，农民是不会服的啦。所以说我们希望哦今天能够回归，把所有配套的这些设施这些作为全部都弄出来，然后检讨真正落实在委员会里面，大家讨论以后开公听会再来做处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法没有那么急躁，没有那么急躁，你今天要是整个配套都弄好，我相信啊在野党不是说全面性的反对，但是你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讨论，相信大家才会心服口服。好，我跟总召报告啊，这个案子送到院会要交付委员会，都是被国民党党团挡起来，好，所以根本没有送到委员会的机会。啊，你们说要充分讨论，又不让他复委。好，我只是要回应，为什么？你回应好，那我讲给你听。好，那现在换蔡议员来。立法部长去顾委。哦 ，OK。你像这一次，我们这个税改。为什么在委员会里面已经在讨论，而且在处理当中，你为什么把他拉出来进入恶毒？这个院长你来讲。好，这个好的，这个好，来，请蔡议员。好，来，我讲，我重复了，我怎么就讲了？但我刚刚我是看到很多事上是在都会的，他一个真正不在真开农田水利谁这样弄？我给大家讲一个观念呐，如果是河川是水利署管的。那如果是这个灌溉水进到农田里面，是农田水利会管的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就是说现在为产的水放出来要让它进入河川里面，这段没人管啊。大概呢拄到说水患的时候就说啊，这段就要处理啊，地方政府跟水利署说啊，这不是我管的啊，农田水利会也说啊，这虽然是农民去产的啊，不，这也不是我管的。所以总委员我来说，站靠那个状况就是这样，你说的那个鼻子头排水嘛啊，他就是因为北港溪北港溪那些水啊，因为上游就是因为农田，以底下农田进产料，然后没有做污水处理，所以农田后来的水把它又流到了这个鼻头排水，然后进北港溪，所以这段没污水处理。啊，咱若讲好，因为为着电影讲，啊，咱不爱吵，所以才要做污水处理，假要做，水委会要做吗？唔做啊，伊讲迄唔是一贯的啊，所以迄问题就出伫遮嘛。
所以我要想，我要甲嘉义讲吼，咱庄卡水利会和农民息息相关。阮都讲，阮都一位，阮伫阮太保的水牛厝遐，遐种田种报出来足济哦。啊，你知遐个状况是安怎无？遐咪足济农民咧，唔对遐食袂着水，因为水利会的服务到那边，好、哦、服务到他们那边，结果因爱靠嘉义区。那一种已经做废水处理，已经清理好的水，现在在家己农民爱家己去扣电，家己每个人交一点钱，然后去扣，去缴一点电费，去把水泵起来，好、哦、买了已经净化后的水泵起来后，再去做灌溉。啊，想到边边农民，有的人就是有阿多服务，有的人就服务袂到，所以地方的农民就会有产生这样的不公平嘛。那我干嘛讲这一次？是很重要的时候，因为现在面临的就是有要选举，所以这改侯赢言论，这个是必要的一个妥协啊！你也没有又，如果你这次又让他选下去，没完没了的啦！要赢的顶级系当啊，系当啊都不干，这永远就没办法公务化嘛。所以这个不是官派，不是遴选，很简单，它就是公务机关。从1993年的开西贡公务机关化。国民党开始李登辉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公务机关化，没有人敢做。现在就是我们真正要落实对农民的照顾，就是爱打架的水利会，好、哦，水利会就是爱中公务机关化了。好，谢谢。好，我们最后两个人啊、哦，一个是林维洲，一个是柯委员，两个人啊、哦，那我们就停止，因为今天没有办法做结论，不要了啊，就所以最后两个嘛。好，来，请林维洲。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最后两个。两行拢爱标管，这两行一定坚持。嗯，伊即马头一个，啊第二个，伊个标管无问题啦，好，哎，好啦，好啦，爱标，哎，我们这个讨论了那么久哈、哦，其实哦，我们再回归到问题了哈、哦，水利会组织通则，好、哦，其实这个法律呢，我们立法院是可以修的嘛。我们今天就是在修水利会组织通则嘛，所以意思是什么？水利会的改革哈、哦、是可以做的，包括刚刚在这个执政党的朋友说到的任何问题，蔡依宜委员讲到的灌排的问题，排的那一区块有没有人处理，跟地方政府的汉格之间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灌排区。没有涵盖整个农业区的问题，当然灌排区为什么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农业区，其实有很多层面啦，包括有山坡地啦，有水源不足的问题啦、哦、其实我是农业县来的啦，非常清楚，你们讲的我都非常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水利会有一些功能、哦、有一些失能的状况，以及水利会内部组织也有一些弊端的部分，哦，这个是大家都有的共识，需要去解决了。只是现在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当然国民党这边就是比较质疑的，就是说在没有很详细的评估之下，解决方案把它改成公务机关是不是最好的方案？好、哦，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还是？我们在水利会组织通则里面做很多项的改革，包括里面的处分资产的方法，包括里面的所谓采购发包，包括里面的水权分配，包括灌排区非灌排区，都在组织通则里面来改革，然后不要贸然的把它改为公务机关，然后废掉这个会员直选的权利，会不会比较好？所以我们争论的是这个啦，大家齁也不要再去讲过去说那个会长要政治考量要遴选或是怎么齁都不去谈那个，而是回归到说，当我们要解决我们所提到今天朝野协商所提到的这些水利会功能上的问题、组织内部的问题，两个问题嘛，功能的问题、功能不足的问题、组织里面弊端的问题。当我们要改革这些两方面的问题时，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它的 solution 是什么？是直接改成公务机关会比较好呢？还是我们来修改、细腻的修改它的组织通则会比较好的方法呢？所以这个争论在这里啊，好不好？
那国民党的这个主张就是认为不宜在没有很详细评估之前，不宜贸然的直接把会员直选会务委员及会长的这样权力剥夺掉，然后应该在组织通则里面，因为主管机关是农委会，明文规定水利会的主管机关就是农委会，农委会是绝对有权力去监督水利会执行任何他的工作的，这个是明文规定的。组织通则是我们立法院可以随时要修改就可以修改的。既然是如此，我们的改革的方案为什么不走一个争议性小的，然后可以更细腻的针对不同的问题，包括选举，包括我刚刚讲的功能上的问题，组织内部的问题来做改革呢？这个才是真改革嘛，我们要求的是这一点。那今天我们看到齁，时间不用多少了，我们把它讲清楚，我们国民党的态度。今天我们看到执政党提出来的这个组织通则修订，你看就是这几点，要这个停止选举改为公务机关，然后还搭配一个叫延任。刚刚你们讲延任的这个理由我实在有一点听不下去了，妥协的方案啊，齁，要让这一些现任的委员接受改为公务机关，所以给他们延任，这种东西可以这样直接赤裸裸来交换，为了让现任的这个会长大家接受说改为公务机关以后不能算了，所以我让你延任两年四个月，这样赤裸裸拿来分，这样这么好，这样这么好，真的要改哦，不要延任了，直接改贴底。如果你们真的那么相信改为公务机关是唯一的解决方法，那为什么要延任？你还现任的，你既然说他做得不好，你还给他延任两年四个月啊？他如果做得好，那为什么要改公务机关？卖自相矛盾啊！哦，啊，你被参与交换，人民没有办法接受。那一些会员在外面啊，他们本来可以投票决定会务委员啦、啊。你讲的吼，我们都听得进去。他们不代表全部的人民，当然也不代表全部的农民，这个我们都接受。我们从组织通则里面来可以修改啊。入会员为什么只能限制这样子？组织通则可以改，会员让全体的，包括非冠牌区的都可以入会员，为什么不能改？当然可以改，让所有的农民都能够入会员。这个都可以有改革的方案方法了，哦，不是只有改为公务机关。最后我还是要再讲，我们担心的就是说，改为公务机关除了剥夺了会员的权利之外，真的它能让组织内部以及它的功能外部发挥更强的功能吗？这个我们还是打了个问号。一方面没有评估报告，一方面我们看这么多的公务机关以及国营事业啊，当时一直民营化啊，不就为了提升效率吗？不就为了让他的内部哈冗员太多，还有种种内部问题，为了要改革才给他民营化的吗？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认为宜三思啦。改革大家都支持，内他的问题大家也讲得蛮清楚了，内部的问题，外部功能的问题。改革的方法不是只有这一种，改为公务机关呐、啊，还要加一个附带的交换利益的两年四个月的延任，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改革方案。好，来请柯委员。我想水利会的问题哈，从在台湾的天空讨论到超过半个世纪以上。国民党来台湾七十几年，为了这个问题，他也想过想过很久。在晚近三十年来，民国七十七年农民运动，民党七十六年成立，我们一向主张水权是属于国家资源，所以是这个要有公务机关，啊，那所以呢，在民国七十七年的时候，国民党的立法委农业县的全部是主张，像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在立法院里面。全部主张要改为改制，所以才有
后来民国七十九年的时候，国民党所有的立法联署，好、哦、提案要改制，李登辉总统才说这个一定要三年内落日，这个缘由是这样。晚近三十年来，这个论战太久了，不是今天才发生的问题，这是属于转型争议的一部分。在这时候，我们要共同要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改，和为什么不改？那这很清楚啊，一直反对说还要再选，那要选，难道这些人花了这么多钱，选以暴力，然后废选，还要再选下去？这个所谓为何？然后这些人要选起的是他是慈济吗？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们今天要面对这个，我如果讲了，你大家不要讲，讲不要紧哈。那今天林静来想看卖，林文忠委员刚才讲的好，继续去改。我们在国会少数的时代里面，我们只能做什么？只能去把这个公这个选举，你刚刚八条选举，19条之1、4条之2，哦，包括38条之1、38条之2，回到选办法，哎呀，暴力像上和选举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一届是不是改由 A4 会员、因何会员？就算这个底子，你想要去改，那今天民进党已经多数执政了，我们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我们必须要面对改革议题。否则的话，我们何必这样搞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谈，那这个言论不是说什么这个交换，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整个问题，把改为公共机关这个先确定以后，而后还有三个法要审啊，还有整个配套要处理，这些难道不需要时间去处理吗？所以在延伸到2022年9月30号，就是大家后面要怎么处理，我想农委都有一套。这些问题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都讨论过，民进党都讨论过，今天大家抛弃政治，我们勇敢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拜托大家哈，这个哈维持现状是一个最差的状况。今天我们要面对就是说，这个我们第二届在这一立法委员到目前为止，大家冷静思考一些事情。我们永远在朝野对立，越来对立越严重。我不希望国民党现在所有的思维模式都是北革反对，这是国民党转型的第一步。我们共同来分享改革的这个成果，我想这个是大家理性来面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要面对。所有希望说大家来分享改革这个成果，那我们另外我们整个生态是不是要来重新大家来思考，另外回到一个理性啊，能够讨论的时代，买场从后边那么多丢。如果，林头总召讲得很清楚嘛，税改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读？两个月只有审查一条了，会阳泰委员当召委，总共50几个版本，两个月要审几条了？他在委员会讲很清楚，我不会让你们有改革成绩啊，我抵制你税改嘛，所以亦复如此嘛，一直被革嘛。该问的农委会主委在农委在经济委员会，农委问他逃去了，应该大家不要吼掩耳盗铃，我们共同来面对改革。我说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重要，拜托大家思考，我们给立完一个转变，国民党应该转型了，不要永远在背后反对，这个是不对的。他如果配合最近动，这是铁的，这是为台湾好。这个每一个人，这口罩他炸阿皮亚时代还没从。每一个人大概都让各位充分发言了啊、哦。那因为时代力量也没有来，我们也不可能有结论、啊。那你院长，你刚刚你要是时代力量没有来，你一开始你就说我开始我就讲，不，我开始就有讲，那就不要协商了、啊。不是，我开始就有协商，等于是过场而已啊。总召，一开始我就讲，但是维州委员觉得大家可以有。在互相沟通的机会、哦、因为那时候总召还没有到现场、哦、我就讲、哦、时代力量没有来，我们今天不可能有共识，那要不要继续沟通，那大家觉得互相沟通一下也好，所以才继续沟通的、哦、所以这个、哦、以后、我希望我们的协商大家准时到啊，中途不要离开，或者哦，都给跳闸米了、哦、好，我们的协商既然时代没有了，我们就散会，最后再让我们讲一下。好啦，你现在哪要散会，哪还讲听不出来，不要紧，总预算再好好处理啦，对不？不是啊，你爱给我们穷，既然是讨论，你就爱给我们讲嘛。多讲两句，多讲两句，对不？来，你先。
我先讲吗？好，来，请张委员来。好，我们就尊重林委员了啊、哦。院长，我想我要表达一个了哈，因为我刚刚听到所有的委员所讲的，就是说现在因为每个水利会它的灌溉面积小，但是它的资产很多。那你们说这些呢，要成立整个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而且这些基金呢，完全用在水利设施，没有改变目的也没有改变。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今天如果以柳工呢、啊，柳工大概有230亿的现金，台中大概有130亿的现金，桃园50亿，七星30亿。现在民进党主政，是要把大家拉为军品，而且呢，好，北部的这些水利会，它有这些现金，你说拿来整个沿海或是偏远的偏乡来施作，第一个公平吗？第二个，如果灌溉区内的这些资金拿去灌溉区外这边来做，这样公平吗？再来，所谓的灌溉区外，应该是由水土保持局来做，其实早就已经有区分了。那现在有很多刚刚蔡宜瑜所讲的，可能他的这个无论是县管河川，或是中央管河川，或是农田水利处水土保持局的河川没有定位，该是县市政府管还是中央管？现在你是要去把这些河川规定归位？不是你今天说我今天摆个公务机关，我什么都能够解决，有这么大的能耐吗？所以不要在这边信口开河，随便包山包海啊！再来一点，也就是说，你今天说从17个农田水利会改成农村及农田水利署，剩下6个分署，到底是降级还是升格？是变成3级机关，还是变成4级机关，还是升格？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今天讲说，今天一旦有水权发生问题的时候，还能够依照水利法第18条保障农民的水权吗？因为已经没有直选的会长可以帮农民争取权益，因为完全听命于经济部水利署经济部来做整个用水的水资源的调配。到时候如果你政策叫大家休耕那这样是不是有给农民政策补助，给予国赔所以我要重申的，就是说你们这些所有的配套应该通通要做好。你说今天不是为了选举，但是听到你们口口声声都是为了选举，所以今天农田水利会沦为政党轮替的沮丧肉。因为只要政党轮替以后呢，我就又派我的一批人，只要政党在轮替以后呢，我就派一批人，就完全违背今天所谓150万这些会员他的这个民主自治权。我可以投票，我有选举权，因为你今天是反民主，而且是反民权。所以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说，今天你们口口声声说为了整个水利会好，灌溉区外的农民的权利你一样可以做，那我可以试问，所有无自来水地区，我们可以编列大笔预算来帮这些自来水地区，无自来水地区让它有所谓的自来水，那你这些灌溉区外的你一样可以做啊，你可以编列针对灌溉区外的这些农田排水来做好所有的设施啊。那为什么灌溉所谓的灌溉区外，灌溉区外有2/3都是山坡地的，你们要清楚啦。那你刚刚讲光灌溉区内要做400年，那你现在呢，不要让大家真的对你们产生质疑啦齁。李彦秀委员刚刚讲得非常清楚啦齁，也就是现在农委会有多少能耐可以做好这些事情，再去做改善再好，你现在已经执政了，你全面执政了，而且针对所有国际的潮流啦齁，所谓的水利会的整个疆域的治理应该怎么样，应该公私合作啦，也就是你的公部门跟你的所谓的私人部门，那要不然你所有的国营事业那些台水台电中油全部收回来呀，不要所谓的还有一点这个你如果觉得它完全没有办法像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管理跟所有的绩效，那你现在农委会在管什么？
你农委会还是在管啊，无论主计、审计、人事，全部透过你农委会主管机关。你说你今天因为没有改制，你就没有办法管理吗？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啊，就是要刚刚我们几个委员所说的啦，哈、哦。你说什么？哦，基金没有没收别人的财产，拿别人的财产，怎么会没有呢？你看他有钱，你就全部要均平化吗？就好像你们现在年金改革一样，他拿太多了，我把它均平。现在民进党政府啊，就是拉到大家一样穷啦，对不对？好，谢谢。好，来，请严委员啊、哦，就是两位委员，这个是林总召啊、哦，特别讲的两位委员呐啊，各位委员，那个叫叫兵叫将啦，来，请严委员。我们一直我们哦，目前哦，所有的这个水利会全国所有17个水利会里面的这些土地当中哈，就是牵涉到农业设施、灌溉水路、圳罗加圳桃乡，大概有4700公顷是在私人的名下了。那这些怎么处理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修要提案提这个草案要修正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些所谓的这一并提出来来讨论？好、哦，为什么要急救章在临时会就要好、哦、在一个月？我们从12月15号。到1月15号，好，今天实际上只有今天才讨论，之间这一个月的协商有协商吗？并没有召开协商，完全没有，就是搁置空转放在那里。那刚刚我们提到那么多，所有的国际民主潮流都是由中央制定法律规范，然后由下级机关或者是民间来执行，这是一种权力下放的趋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执政党，他的创党精神就是民主，就是投票，就是选举。但是走到今天，竟然就是要中央集权，把所有的权力收归中央，把水利会这些人民的资产，不管是有700-800亿的现金，有上兆的资产，包括4700公顷的这些私人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把它改制成公务机关。那刚刚有提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公营单位，就是为了要提升它的效率，所以才民营化。但是我们现在走回头路，我们是大家知道，公务机关国营事业是最让人家诟病的，就是它的效率，它的效率是被人家诟病，所以我们才会民营化。世界潮流就是要走向民营化。我们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大陆一样，像共产国家一样？收归国有，变成国营。所以，民进党执政党吼，你到底有没有办法？你现在都是自相矛盾的，你没有办法说服国人，你也没有办法说服在野党，你也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群众。如果真的是要改革，体制内的改革，针对选举会发生的弊端来做修正、来做改革，以法律去规范。如果说他们，我想了哈，土地的处分。在上级机关在农委会的监督之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要处理1坪或1平方米的土地，都要报准之后才可以进行作业。所以这些东西卖骗把人了，买卖骗家底了。我们今天在现场，我们今天所有的协商一开始大家就知道了，时代力量不来参加，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今天的协商是没有结论的。但是问题，我们为什么愿意坐在这里？哪怕就是有一丝丝的机会，可以为我们的水利会、为台湾的农民、为这些私人的财产、为所谓的公平正义去争取到一丝丝的希望，我们就愿意坐在这边。人家说吼，不会公主连剑啦，吼。但是，我真的是很殷殷期盼、期待啦。我们不要这样子吼，这粗鲁、这傲慢，吼。恁讲的拢丢，别人讲的拢唔丢。哦，选前或者在野或者执政态度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也怎样讲的啦，哦，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说，当初你们执意说民选、直选才是民主的潮流，现在改为官派，你是要提升它的效率，这完全听不下去，这根本都听不懂。改为官派是要变成公务机关，刚刚有提到这些。2000多位的这些
水门的这些工作人员，还有这些2000多位的小组长啦，啊，过在过最水门的这些看守员，这些人过去都是在会长、会务委员以及这些人民团体他们的要求之下，在不管是这个天灾地变或者什么情况，他爱去注意农民的用水，但是现在改为公务机关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了六都，我们看到了哈六都这些直辖市的市长、乡镇市长改掉改成官派之后，行政效率有提升吗？乡民这些民众所接受到的服务有提升吗？哦，那卖家你骗家低了。民进党为了一己之私，要把水利会给废除，哦，把它改成官派，用大家拢公派选举，但事实上完全拢是选举的口路了。我们的蔡总统说，如果这水利会有一个人反对，有一个会反对，哦，他就不会执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赖那么急迫？今天给那里得不到鬼，今天就势必就是要一定要坦克要过去，就要让他通过。我在这边，我们绝对我跟我无人我都接受了，你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哎，好，最后哎，这个跟柯总召还有院长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有提再修正动议啦。好，那以上一次劳基法那种状况来讲，哈，拜托了，那回归到哈，迄，那个当初抢案送件哈，修正动议哦，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再修正动议啊，希望可以表决了，我们对不对？哈，我那无暗海，你赶紧处理啊！啊，但是回归到一开始是修正动议。照理说，再修正动议一定是讨论过才会有再修正动议嘛，吼，哦，阿内六阿问起提再修正动议啊，吼，哦，这一个是程序上的，还有另外一个再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因为刚刚这个我们修正40条嘛，然后去排除掉19条，就是因为19条也写到说由会员直选会长啊、会务委员，所以这个修法技术上是遐爱改，还是遮直接用安尼排除会较好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哦，修法技术上面，因为前面还留着你19条还留着那个，会长由会员直选，那个条文都还留在19条，你没有改，然后直接用排除的，这些怪怪了，我感觉怪怪。谢谢院长，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跟法制部门哈，而且在行政院在收敛的时候大概都谈过了，所以林委员提的部分，这个大概就是以这一条来排除那个比较快了，否则每一条大概都要去动了。不是了，那就这样子了啊，尽量再沟通一下，尽量尊重在野党提出的修正案呢，啊，我们这一点尊重了，啊，没有问题 啊，你们要先表决。好，那我们的协商也没有共识，好，因为时代力量也没有来，也没有办法签共识了 啊，也让大家每一个人都讲话了啊，都表达意见。那等一下广泛讨论，我们一样也都不会限收大家讲话的时间了 啊。好，谢谢。好